里面还有一只。还有一只哦。对。怎么那么多蝴蝶？对啊。把它放走了，你只要把它抓住。没有，我跟他说拜拜就好了。我没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就好了，看一下。我不要把它放走。没有，我们看蝴蝶，我们这样看蝴蝶。我。等一下哦，这蝴蝶是不是被压扁不会飞了？会啊。好了。